老公，我早已计划好要离婚。我怀孕的时候，我先生就有外遇。所以你开始怎么做？就是说强迫自己去改变，确定了我可以独立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我要离婚。那在这个离婚的阶段呢，妈妈总共经历了五年，条件就是一间房子。最后调停的时候，我爸还是不愿意离婚呐、啊，他是扬言呐、啊，他扬言说要杀了我。周一到周四晚上9点钟，爸妈九。